洛阳启闭病院是台北地区重要的医疗服务据点，从民国1993年开院到即马，已经经过20冬。为着要来庆祝这个重要时刻，洛阳启闭病院也特别来举办庆祝大会，也伫病院内底记录着20冬以来的重要事件。未来也将持续来成长，提供台北民众良好的医疗服务。洛阳启闭病院多年以来一直伫台北地区服务在地乡亲，如今已经开院29年了。病院为了要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，在22号举办医学创新再创高峰的欢庆大会，来自各界嘉宾拢共同出席，做伙回顾这20冬来洛阳启闭的点点滴滴。创业维艰啊，吼！这20年来，洛阳启闭所有的员工吼，真足认真啦，吼，靠今仔日的成果啦，吼，创业。应该是算第3冬啦吼，民国1995年的时阵，连续1个月内面拄到这媒体足大的事件，就是迄个刷屏事件跟迄个梅林大车祸吼，那拢上来洛阳启闭，啊嘛是圆满的完成这些救护的单位哦。来到启闭病院走廊，会当看到一个影像，内底拢是记录着这20冬来对动土、剪彩，到经过一个大事件的历史岁月。院长特别感谢一路以来收听的员工甲民众，未来也将持续培育人才，照顾客户乡亲。我希望启闭的未来，永续创新，再创高峰啦吼！啊，我要将这20冬来所有的洛阳启闭的成果献给阮所有的员工哦，因为洛阳启闭是一个会当安身立命的所在哦，啊，我嘛要。献予咱所有的民众，哦，因为洛阳启闭是一个得到会当得到信任的一个病院。洛阳启闭病院伫创业之初，以及重视照护佮爱情医疗为主，传领其他科别发展。这20冬除了医疗照护，也积极走入社区服务，并且将病院环境优化，期盼日后继续成长，提供客别民众良好的医疗服务。记者沈伟，洛阳区采访报道。